对啊，讲两句话。啊，讲两句话。讲这么两句话？这不是在这干，这在这，这在摄像。这是摄像。讲两句话。讲什么话？啊？讲什么话？不要躲镜头啊！干嘛你？头转过来、啊，对吧？不用不用不用，有那个调角的。介绍自己的家乡啊？啊？介绍下自己的家乡啊？你对着这照，看那个景色，我边讲我边看。啊，看什么？看景色，那边有那个。这有什么景色？废话，我介绍家乡肯定要看景色。啊？介绍家乡肯定要看景色。好、啊，来介绍一下，你爹哪里啊？那边是那个，那边是黄山学校。黄山学校在哪里啊？看不见这里。那边是那个，那个那个一栋楼，大楼，还有那个桥，那个铁索桥。然后接着过来就是新世纪广场。那我们到新世纪广场去看，走。这边好多房子。走啊，向前走，到前面的世纪广场去玩样子。广场要六号，世纪广场过去还有那个体育馆，这边是新建的房子。哇，这手臂抬到好累哎，你把它试一下。对，这边是世纪花园，那边世纪花园。拉这人家小区了，有什么兆头啊？摆个 pose， 摆个 pose 啊！走啊，干嘛？过来向前走啊，不要往回走啊。往后走啊，要照了我呀。没有一个人在上面怎么行啊？废话，我照你不一样啊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走啊。你不觉得你长得像姚明吗？长得像姚明，你姚明啊？对姚明有什么看法？啊？不对，你对麦迪有什么看法？走啊！走啊！哎呦！这是干什么？走啊！哎呦，来个羊角。很帅啊！很帅。有什么感想？啊？没什么感想。介绍一下家乡。我刚介绍了，你也介绍了。哎，他这个是不是就是跟了人啊？你拍哪里？他锁定的是吧？锁定了。你走上前来啊，不要走到后面。走啊走啊，跟你一起走吧。
我们去划船。你哪有钱啊？大清早跑来划船。哪里有船给你划？有啊。前面就有啊。那个是那个的。轮。博士，嗯，走啊走，壮阳，太摇了，走得慢点，走的是走得慢点，手提的算了，来个 pose。哈哈哈，走。啥样？走走。啊，我手臂酸死，到现在还酸。对面呢是那个。市政府大楼，然后过去就是新世纪广场。给一一介绍呀。那边有一个大电视，现在我。小心别掉下去了。干嘛？想跳河啊？我不想不跳。